相聚，进来就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林必胜公务员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林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切道亲人家05感恩。哦，啊，咱即马也是吼。啊，六六啊，对个，拄好今日二七啦，明仔载就二八、二九、三十，吼，啊，咱个春季花卉耍吼，啊嘛是咱即马即个讲普渡啦吼，普渡大家吼，拄啊做甲上尾工啊，做甲上尾工，吼，圆满啊，吼，啊都啊个送到顿去啦吼，啊讲哦好兄弟啊，啊来人间嘞吼，啊参与啊，然后呢，甲放松一下吼。啊，时间到，就是会当回去，吼、哦、啊！但是有诶，那是庙宇啦，吼、哦，会当诶，吼、哦，就是开放因伫遮，吼、哦，三规九戒，好好去修行，吼、哦，好好离苦得乐。你既然超度，就是名扬两利，吼、哦、啊！你诶囡仔是谁？吼、哦，有甲你做诶功德，你绝对得会到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不要放弃，吼、哦，要好好的做。行道的路，安尼咧，以后才袂一直轮回啦，伫迄个所在啦吼。来，咱来个安排一个献歌。太乙救苦天尊。三救苦天尊，太乙救苦天尊，哦，这个十方嘛一个救苦天尊啦吼、哦，所以讲救苦天尊就是咧，甲咱咧吼，所有的哦啊，咱伫这个无形法界吼、哦，有需要着咱咧，救乙天尊哦，太乙天尊啦、啊，救劫天尊啦、啊，吼、哦，又有十个天尊，吼、哦、啊。伫这个三九苦天尊内底，就风华动人天尊，吼、哦，著名度啊，度量天尊，这拢是吼、哦、啊非常高的，吼、哦，咱讲神有神格啦，伊个神格是非常高的，所以咱秋季法会圆满了以后，啊，即卖呢吼，
啊，来讲的哦，有参加，伊要甲普遍提登去的，吼、哦，啊，就家己来载。啊，若无家己来载，你就是爱甲咱的会计讲，爱甲你寄，啊，直接甲你寄到户上，互你安尼就会使啦吼。啊，这一次吼、哦，有很多的很多在外，就是我们说是外县市哈、啊，在外的县市也有很多的哦。咱这个安养中心也是囡仔吼，囡仔，即马较济啊吼，较济囡仔安，伫这个安养的囡仔内底，哦，伊囡仔嘛是拢爱百几个，所以伊嘛是会敲电话啦吼，来看讲还阁有剩无吼，即马就是咧讲的，有剩无剩拢爱等一礼拜过啦吼，因为咱有诶来参加占卜的，也是讲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也有他们的朋友啦，也是讲伊周围的人，伊要提灯布施的，所以爱先互因遮吼有参加的、有占卜的吼，伊周遭有朋友吼，也是讲有较困难的，伊要先做甲再倒灯吼，互因啊先做去分享，安尼话就是爱互因先有参加秋季法会的人先处理，吼先处理啊，无咱唔知影讲。到底阿伯阿个有存落来无？啊，若无存落来吼，啊人来要载载无？安尼咱嘛是会一种困扰啦吼。所以伫这礼拜、这两礼拜内底，就是先吼因有参加秋季法会，先处理啦，先处理因要爱的物件，先处理，剩的种出来，再过来讲安怎分配啦吼，安怎分配。哦，这就是大家的爱心啦、啊，甲大家爱心，咱就是拢是要做好事嘛，那就早甲慢，只要有中的，哦，咱就是会当吼啊，甲大家，哦，咱讲艰苦的啊，艰苦囡仔啦吼，啊是讲即马伫咧外口的，哦，有真济吼，真济解药啦嘛足济，哦啊，即马即个办的方式也很多啦吼，咱要去办理这吼、個，嘛、哦、是需要人也多吼、哦，咱嘴就多嘛，啊食就多一定的。啊，搁即嘛吼，通膨，啥物物件拢贵，菜啊贵，糖都贵啦吼、哦，这个我们能体会啦吼、哦，能体会。啊，就等候阮遮人有参加的遮孙阿姐吼，伊、哦、若要再过因迄边吼，要去分啦吼、哦，分给低收入户的。我们都是先让他们去做了，因为人伊伫遮本来就有发心，本来就有赞助咱的铺，嘛占铺啊嘛，伊嘛就做这个春秋两季，吼两季都有做，啊所以咱就给因要爱啊先，吼先处理你的，啊剩来种出来，吼咱再搁再搁放，或者所有的平常时啊，较有咧甲咱。靠的跟咱联系的吼，在残障教养院啦吼，啊是讲在所有在囡仔吼较济的所在，吼咱再过来分啦吼，他过来分，啊无爱先互再村呢，过来再换咱来处理，安尼甲恁讲较歹势啦吼，较歹势就是因为人因是有来吼、哦、来有来做的啊吼，啊伊的分业，伊要摕去。做公益，要摕去做好事，我们都没意见。吼、哦、啊，过来就是有剩落来，咱就绝对会甲分啦吼，甲、哦、分咯、哦，会当较平均、较平匀的啦吼、哦。啊，较歹势甲恁讲一下吼、哦。来，即马来讲满载而归啦吼、哦。什么叫做满载而归？今日了道场，想要带什么物件？吼、哦，叫做上界有助缘。哦，咱讲哦，我即马来这间庙，吼、哦，我心肝底感觉讲，我来这间庙，你能满载而归，就是心情的关系。吼、哦，满载而归是什么才叫做满载而归？今日我这个道场呢，想要带什么物件，感觉你上界有利益的，吼、哦，欢喜心啦、啊，伊讲带欢喜心转去，对生活都有帮助。嘿，这句话我感觉有理啊。带着真理的心回去，你学习就有助益啦。吼，啊，带着一本的好心回去，对人就有助益啦。吼，带着咱讲
咱的德行吼，转去对社会嘛有助益啊，吼，带着智慧转去对生命嘛有帮助啦，吼，所以咱讲，人在地球上是人对人之间呐，吼，有一个注意，注意就是什么？啊，我拄着困难的时阵，换你来帮助我，算地球顶端有偌济，有偌济，哦，咱囡仔无通食，无通穿衫裤的，吼，无鞋也通穿的，无医疗的，非常多的国家，吼，安尼来讲，咱物件拢伫咧，啊，拢重量拢还阁好，鞋也好，衫裤也好，上好是拢甲关关出去，互人有通穿，吼。啊，若有中诶，咱台湾算无欠啦。台湾诶囡仔算足好命诶，衫裤也侪啦，吼，鞋也侪啦，你啊穿两公啊，也是穿正高啊。讲啊，囡仔脚又搁伤细，想要爱过来买啊。其实他都没有穿坏，衣服也没有穿坏。啊，没有穿坏的衣服，你着甲洗好清气，甲拗一拗，洗嘛甲脏脏咧，着甲寄出去，甲寄出去人专门吼。啊，拢是咧，或者囡仔无衫裤的，吼，也是讲一寡国家，吼，会当或者囡仔有衫通穿，有鞋啊通穿，这都是很好的，这也都是功德啊。咱的功德唔是一定爱摕钱呢，吼，功德就是你心会知影慈悲，咱的囡仔都我都穿甲安尼，人看到你伊索比亚，看到非洲遐尼啊艰苦的所在，如果人是有人伫台湾咧收。有要寄过去那边的，你甲探听看卖啊！啊，你着甲洗好清气，吼、哦，甲整理好好。你不要浪费资源呐、啊！吼、哦，有人是非常缺资源，有的人是缺什么？有的人是欠食、欠穿，有的人是欠医疗啦，吼、哦，欠医疗设备都有啦，都很多。所以说我们要带什么回去，要怎么样叫做满载而归，你要带一些智慧回去啊，对生命有助益啊、哦、带一些环保回去啊，对地球也有助益，带慈悲、哦、对苦难的人也有助益啊，咱说正念带回去，对你的心也有助益，所以来不是说、哦、我来拜神，我就是要一定要炸到什么炸这些心回去啦，吼、哦，炸这心回去，带清流回去啦。吼、哦，对咱的这个吼、哦、调底身心有帮助啦。过来就是讲带感恩，我来来这拜拜佛祖慈悲、母娘慈悲，我就带着感恩，带着感恩回来，对逆境嘛有帮助。吼、哦，人呢在反省的时阵啊，你自己也要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反省？你回去看看你自己的镜子，也反光看你的脸色跟气色，还有你讲话的那一种。好，这有个人讲话较尖过三，你知道？尖顶顶哦，顶一届啊，吼，就差不多下课啊。这就是咧讲，为什么要带镜子回去？对反省有帮助，带着光明回去，对黑暗有帮助，带如数回去。如素就是吃素啦，尽量莫食迄个啥物猪肉啦吼，还是食迄个羊肉啦，还是食吼食迄个和牛啦，吼食猪肉啦，你尽量莫啦吼。搁一项就讲三思，你也甲炸三思转去，吼打这个三思，对你的健康立德有帮助。吼，华布施也是啊，吼啊咱安怎布施都是不一定要花到钱。谦卑也是一种布施，对修养、哦、有意义啊，哦、带回、哦、快乐、哦、对家庭也有意义啊。你讲咱的布施啦，带着快乐回去，带着啥回去？带着你已经、哦、心有安定啊、哦，有打死家的拢已经透开啊。你若伫遮，真正你有听到某人的呼唤，有听到足济心声。好难呢，诶，这所在，吼、哦，你有入来个内底，啊，你心肝底放个清。我来这里不是要满载而归，我来这里就是要改变自己。啊，改变自己，你就算是，哦，你有十几条，你都有能够做得到，
那你真的是满载而归了哈。满载而归，就是咱要学这要创啥？学这要当，就是要学责任心啊，对吧？因为即马世局有淡薄仔乱呢吼，啊，咱要点燃明灯，因生命有限呐、啊，我们要珍惜现在。吼、哦，国一项就是岁月无情呐、啊，也要精进，也不害无害待，啊，精进无害待，因为人情冷暖啊，所以咱爱自立自强。因为众生受苦啊，咱嘛爱我都广设法传呐、啊，吼、哦，咱讲诸行普渡啊吼。哦爱去斗三工啊，所以这公书听咧讲啊，讲教学之道，重法法啥，当然嘛就是，互你的这个道德良知能够展现，有良知才会有良能，迄就叫做啥？就叫做讲，是安那讲教学是咧重啥？重咱人啊，重咱人了解良知吼，甲了解良能。无良知，无良能，会教你什么？所以讲，性格体用啦，行就是爱做。伫咧尊心养性，意要从容啦。吼、哦，人之初性本就是善啦，看离吼、哦、添离啦，达圆满。气啦，啊，就是咧讲咱人啦，气病不欲，容云蔽啊。人动身皮乱方寸，吼、哦，这若讲国语的，恁也听有啦，啊，讲台语也听有啦，吼、哦。咱人讲，舍就是心猿意马，当，吼、哦，当舍心猿意马的时候，拴住了，吼、哦，性静情意乐无穷，就是讲你甲迄个唔对的啦，吼、哦。当你锁在你的心内底，你当然嘛袂好势。吼，你的心不管是拢锁掉咧，无人先啊，定去讲啊，阮查某囝忧郁症啦，无就心部忧郁症啦，啊无就是安怎有忧郁症？因为忧郁症拢是为心来的，啊，不要有忧郁症，较快乐咧，对无？啊，叫咱讲啊，重新来发一个愿咧，敢好？对无？要重新发愿。要重发迄个愿力，爱搁较积极咧。吼、哦，啊你若讲要重发迄个愿力，吼、哦，啊你都唔，啊你唔，你讲你甲勉强嘛无效。所以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食伤饱嘛苦，啊无通食苦，足寒嘛苦啊，啊食热嘛苦。你敢无感觉芝麻安尼吗？对无？芝麻你无感觉讲无通食嘛苦，啊食足饱的安尼，啊肥的，啊未散搁散未落，迄嘛是苦啊。对无，啊，真冷真寒嘛是苦啊，啊，真热热噶吼，无冷气好吹的时阵，你嘛是会伫遐呐，会伫遐感觉讲，好、哦、啊，我那才歹命，咱大家都有电风，搁有冷气，啊，现在咱会无电风，搁无冷气，对无，搁较安怎嘛有电风啦，啊，阵无电风，咱嘛是会使去摕一种物件，当热的啦，嘛定当热风啊，安怎处理，你着我多处理，所以人生真的很苦。苦的人一定非常多，对吧？足无聊的人嘛是苦呢，吼、哦、啊！足操劳的人嘛是苦呢。先来讲足无聊的人是苦。你若看到一个在海搞无锁啊，遐海遐海海争头，连海争尾，啊，讲一挂无路用话，啊，人甲你看起来你无做半撇，啊，无半撇通做，安尼迄种啊，你也看着叫做太无聊。啊，太无聊！你也甲问讲，啊，你若遮无聊，哦，你唔知无聊偌艰苦咧。问题你叫伊去做工课，我唔，哦，迄拍日头，拍到后尾疼死。叫伊来做一下烤草啊，一下，来烤草，来社区来烤草一下。你甲叫啊，伊甲摇头讲，啊，你又搁讲话无聊，真艰苦。我是感觉无钱较艰苦。所以吼、哦，咱即卖有足侪迄种囡仔吼，单大到要害，腿要徛咧，学倒要徛咧，安尼甘愿安尼遐坐遐坐安尼。你叫讲，你来遮创一个啥？哦，社区只有一挂草啊来甲抠抠咧，还是堆啊来抽抠咧？你甲叫呐，叫伊行，我输你。哦，所以说吼，唉，食伤饱当然嘛艰苦啦吼，啊，但是伤枵嘛艰苦咧，因为腹肚咕咕叫咧，啊，伤寒咧，佫屁屁喘咧。
啊，若伤热，佫无冷气，啊，若人咧伤无聊，又佫感觉讲安尼人生无介有意义，吼、哦。啊，若足操劳的人咧，讲吼、哦、做这要死，吼、哦、做甲要害，腰只骨硬咧要爬起来，我爬袂起来，都种足操劳的人，哪做哪干叫。尤其是吼、哦、做田的，吼、哦，所以讲有钱嘛是苦啦，啊无钱嘛是苦，大苦也佫较苦。啊，瘦的呢，瘦的当然啊，你瘦到甚物程度啊，袂使有病啊，吼、哦，唔袂使有病迄种瘦啊，吼、哦，没有意义的日子，迄佫较艰苦，心灵空虚的，也佫较悲哀。人之所以会苦啊，吼、哦。因就是不知，也不觉，也不觉悟，若能知足常乐，知足也就是一种感恩呢，苦中也是一种福报呢，若能觉悟，烦恼就转菩提了啦，所以讲跳脱人间的束缚，不要让那个业力把你摆布啦，真正注入心内的深处，依循着正路，安尼去甲行，所以讲孝行发现呐，叫做孝天化地，完成使命才是大丈夫啊，才是真正修行的人呐、啊。啊，所以讲吼，大家修行是其实也有因缘机会啦，吼，能有机会加减啊读一挂圣贤册啦，吼，这都是好的啦。啊，你啊连圣贤册你要搬单，你也好多。所以啦，我们现在来讲哦，讲什么？当然啦，哦，讲的就是要讲给大家听，哦，啊，要听，咱嘛是着要有机会，甲找一个感觉讲，敢那想听了未歹，不过没想是者，你怎有一项不是讲无了吗？嘿，有，讲不完，啊，讲不完，即嘛着搁遐继续啊，吼，即嘛继续着咧继续啥？就是讲。寻找灵魂的久远的记忆啊，你的灵魂有没有久远？有没有记忆？是地球上每个灵魂未来的使命，吼、哦，就是这我讲不完啦、啊、吼。但是这种灵魂的宿命，你要怎么样看待生死？所以庄子就讲啊，古早时代的人，拢嘛无介意，无介意生，但是也无感觉死。死也未使，因伊感觉逍遥，就是生死自然啦、啊。吼、哦，所以讲人呐、啊，如梦似幻的姿势，只会吼、哦、让全球极少部分的人掌握了。但是咱讲的讲个人类所具有的潜力，吼、哦、被封印的，所以现在被超级能量，吼、哦、用什么来超级？受外在的黑暗，还是讲，这个顿力的干扰，还是人类一步一步的失去了用自己，好、哦、自己的心去视察，好、哦、要去体察了这个宇宙的能力，啊，这就是能力，就是现代人，好、哦，你要人类的潜能是每个人都有的，好、哦啊，但是如果你自我发现是。用这些潜力，用这些、哦、你要操弄的，哦、像咱咧讲，你要用心性去操控能量运作，并非能够如你所愿的、啊、那一些物质在眼中，吼、哦，无一定讲你看到，就是你有达到啦。所以首先呢，吼、哦，我们首先要知道，生命可以达到天命，吼、哦，这怎有讲？但是即卖人有当活到一万岁啊吼，但是即个一万岁，你要安怎去吼？即、哦這个地球啊，这個、地球即卖人类吼、哦，要讲起来嘛是几十亿的人类，啊一个地球无概括吼，无概括，有这么多人在吞打即个地球的话啦，啊你说，有时啊无水啦，啊有时啊无水啦，有时啊靠岸呢，吼、哦、啊有时啊佫无电的呢，吼、哦。每一个人、啊、都需要了解，人类太多也不行，人类太小也不行。无人类，这个国家就无成国家啦。吼、哦，啊，但是国家你要搁给因有通食，啊，搁有通穿，搁电搁有够，
水啥拢有，大家拢具备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啊，就是较无吼对外战争的国家，因会较幸福啦吼。啊，若对外定咧战争的国家，因的民民百姓都袂幸福啦，都袂好势啦。吼，所以咱只要吼开放讲，人有灵性，不需要从外来学习知识，你还是能体察到宇宙的一切知识。哦，迄个时阵即卖咧讲这啊，讲到第三资源啊。咱大脑内底灵性有第三资源嘛？有啊，吼、哦、啊，有的这些知识，用你的心思去运用，你才会获得真正的宇宙中的自由。但是这自由又不是说你现在的思考，用你现在的思考来考虑，哦，它不是为什么呢？啊，也不是说人自己的自由，但不能去改变别人周围的一切啦。啊，就是讲，恁要安怎去布拢好，安尼卖布归一人家来就好。你要国家，你要甲上修正，要创啥？你要去布恁的就好，你莫含别人的国家拢共布掺落，这样呢都唔对啊。为虾米？你不去改变你的周围的一切，因为咱人的心思跟能量，一切都有作用的。啊，但是有正反面的，大家拢唔知影讲，啥那人古早的留这个无语天书给咱，无语天书不是无路用哦。天书是咧讲位角度去啦，要度足济真正唔捌字的人嘛足济啊。啊，因为天书对啥物的角度来去看，你需要什么，它就显现什么。可惜啦，啊，咱对这个第三只眼都被蒙蔽了啊，对吧？咱的心思蒙蔽了。啊，你已经厚厚的尘埃给蒙蔽了，我们一直用什么样的方法要去给压制自己的心、哦、反而啦会认为这些悟性才是真理啊。所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无缘去得到这个知识的啊，无知识、哦、咱不要说天书你看有啦、哦、大家都知道哦，知影讲知识是一个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如何会当显现？如何能够体现在我们的人类？哦，它的力量是谁会用心思去操控？操控什么？当然是操控能量啊。那用能量去改变物质啊？如果你以为啦，你的心思能直接操控物质，那就错了哦。那物质是能量的幻象，心识是不能直接、哦、作用的去，哦，即个讲心识未当直接的作用，哦，去好这个物质，但是你可以操控能量去改变它的幼象，改变它的幻象，哦，你一定学会了操控知识，你就会拥有很多现代的。哦，咱讲流转的超自然力的，吼、哦，这些东西，即嘛未来啦，吼、哦，未来咱爱知影吼、哦。譬如讲，你以后啦，吼、哦，在这个物性空间内底消失了，古代称为叫做隐形，隐形啦，吼、哦。其实这只是你将自己物性机体虚化而已啦，啊，你可以不惜用任何交通工具。把瞬间的你想到的地方，古称叫做遁，有人讲遁术啦吼，有这个遁术甲隐形嘛吼，你能够做到隐形，吼啊，到尾啊，佫有法度跳脱到这个遁术，就这个遁，吼遁就是咱较早人讲吼，会当弄涂骹啦，会当弄涂骹，啊，较早人讲叫做隐形，吼隐形啊弄涂骹。吼、哦，弄涂骹，即马人吼、哦，甲拍落迄个地下隧道，嘛是秘入去内底，嘛是咧弄涂骹。啊，即马咧布置嘛有，吼、哦，真诶有诶将官吼，为着惊人拍诶吼，一定带拢是带伫内底，带伫隧道内底，吼、哦、啊，伊诶物件拢足齐全诶啦，要食要穿，要爱水拢总有，吼、哦、啊，你要通到倒位啊？
伊个气骨，逐项拢总是吼、哦、要讲起來，互你看着讲，哎呦，啊，他有即个人遮敖，有法度吼，挖、哦、一个棚坑遮尔啊长，吼、哦，内底面竟然啥物拢总齐整，人都齐整个，迄就是叫人类啊，人类就是遮敖啊，人类无遮敖，你无在变东变西啦，无在那变。哦，其实你先将自己的，哦，悟性、机体虚化变成这能量，哦啊，然后呢，你物质在能量海中去穿越，它可以由自由在空中飞行，哦，不需要任何物，哦，不需要任何物性支援它。哎，这未来到尾你来看看有无？你看即卖人。即摆储油啊，即摆储油啊，咱慢慢排油啊桶啊呢。伊用个无人机啊，啊人就甲你铺好好啊呢。看你要铺啥物，人就甲你套啥物油啊。哎，无人机哦，甲按下去，哦，啊就伫遐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哦，咧洗创啥？咧洗甲猪啊吼，甲用一挂迄油啊落去，啊，好呀，猪啊较袂死啊，哦，啊较袂着虫啊。嗯，啊你即摆装卡，你就看会着无人机啊。啊，无人机是谁创造的？当然是人创造的啊，对吧？啊，可以自由在空中飞行的，不但可以，哦，抵这个任何物质资源都可以做到，用无人机去打仗也可以做到，哦，古代的人呐，讲这叫做乘风式啊，啊就，会当叠电管吼，安尼飞上飞落，迄叫做乘风术啊，好，哦，乘在都是要。依靠风啦，吼，然后你用什么款的物件，伊都有法度飞下去你啦。好，借助啦，吼，你就将自己，伊有一个机体嘛，机体变较轻啊，啊，可以在风中飞行啊。你不要挖洞啊，吼，这就是在地下行走。古早人讲哦，这穿墙式，啊，佫有迄个去伫地下行走去穿墙的。就啥，挖洞坑的啦，挖洞坑的。其实呢，就只需要，哦，身体在物质的能量中，哦，所以咱即马愈讲愈奇怪哈。哎，为什么咱这个变化？那即马这个即马人数现在变化，人家比讲哦，有迄个世界仓库吼，足惊讲世界拄着问题啦，吼，拢甲遐所有会当食的物件，拢总甲存入去伫内底。那就世界要参加的，领导的所有的五国，遐所有的粮草，包括食，包括会当用的物件，拢讲存入在那里面。你讲要开偌济钱，知无？啊，大家叫做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啦。未雨绸缪就讲有一天啊，战争的时阵，还是讲有一天去予天地灭去啊，还是讲有一天啊，还佫有人类，但是。无经济好种的时阵啊，啊嘛无土地好通啊种的时阵啊，哦，人类你外高变啊，看你外高变，所以古早时代讲变啊变七十二变，迄是孙悟空咧变的，讲孙悟空变七十二变，对无？咱人即嘛开始拢要学因啊吼，这个就是用心事改变在悟性当中的机体，吼，哦，机体的叫做机体啊，吼，哦，特别会当，互你看到这。幻象，但是又有一点真的是，哎呦，怎么会有这种能力？你可以和任何，这个能量跟灵魂沟通。为什么讲能量当跟灵魂沟通？心灵感应，是因为大家都在做一个新的层面，不需要语言的翻译啊，就能沟通了。所以你不但可以和，哦，动物说话，和咱的植物交流，和大山相应，可以进行心灵感应，甚至可以得到神的指导。你若讲安尼，唔知伤寒无吼？只是你要神指导，你敢知影即卖神哦？伫山顶啊，你真正看会到呢？你遇到问题后，伊真正会互你感应。好，啊，现在我们能感应的是什么？植物嘛有啊呢，草啊，吼，哦，也是讲
你即马要看，你要看，你要看即马动态啦吼，动态动画，你去看，非常恐怖的事啊！好，这跟咱的宇宙能量有很大的关系啦吼。只要是灵的个体啦，你就都可以交流，你还可以在宇宙幻境中流荡，去遐游荡游荡，想到哪里啊，就能随意，啊，随心所欲啦。你能，哦，看到宇宙幻象的，这样的变化，以及无限中的可以，好，哦，这除了什么，能够宇宙能量边缘，你会感觉到，哎，怎么会，好像是有人真正有在造作，好，哦，现在目前没 AI 是要造作什么，你能用心事铸造，哦，一段时间跟空间，其实这都是你的心事的正常能力，哦，但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幻象，但是就是每一个人的幻境中里面，就是说物质的这个境幻当中，在物质这个幻幻当中，还是这个物质，好，像咱讲物质的幻影当中都会有啊。每天的人，哦，应该，哦，心事潜力的跟能力能量，现在的人类已经是蒙蔽在水平，都是在超强的地方。现在的人啦，啊，现在的人类，哦，被蒙蔽，啊，蒙蔽在什么？水平来说都是超能量的。啊，你这个水平有够有开去你家庭，像即马有这么侪博士，一直咧研究这个有诶无诶，无讲要去外太空啊。啊，拜讲啊，伫地球嘛未当做吼，未当大对吧？啊，因都准备要去外太空啊。啊，外太空内底看有几个星球会当大，啊，几个星球会当大，人即马嘛拢咧研究啊。哦，搁咧研究啥？研究讲你要甲我拍着啊！我内底我做迄个钢墙啊，吼，内底搁有迄个俱乐部啊，吼，内底你要食、看电影，啥物逐项拢总有啦，吼。以后着怎啊？即马无住伫咱的即个土的顶端啊，即马着住伫土的下面啊。啊，土的下面人嘛是同款，我都生存啊，啊嘛当会当卖物件啦，吼。人即马咧设计这秘密的城市。互你拍袂着，互你干扰袂着，吼、哦！啊，水啥我逐项拢做有法度为涂骹一直冷，安尼伊嘛法度为外去接水过来。你讲即卖人偌厉害，所以任何时阵啦吼，咱即卖咧看讲，哎呦，这世间的变化，即卖是安尼安尼，这个是用什么心思？好，用什么来去释放自己的超能力的能量？好、哦，这是。外国人开始，即马中国人、日本嘛有啊，嘛拢开始咧抄这啊，哦，所以咱即马咧讲，超级的量能量就是每个人的灵魂具体的灵性、神性，好、哦，当你用你的神性的时候，你就去了解，哎呦，你原来有哦，一念之差就会遁入魔道，所以。能量是可以的，但是灵魂的、哦、所具有的比要正常，爱较正常的吼、哦，唔通吼讲哦，我那即马在搞，我都安那变安那变，然后我都变个安尼，但是你安那变都爱变对，你绝对唔能变唔对。即马少年人有一直咧，伊有在研究这无？你若研究这个机器人能跟人讲话。好，机器人能跟你讲话，机器人能帮你做事情的时候，那人类哈的年轻人还是一切，哦，都依机器人来帮忙的话，那我们的人呢，搞不了这样，变成是英英美代子了，英英美代子，即马有电锅煮饭啊，对吧？啊，你也要煮汤嘛，电锅家己哦，你也免得遐顾，对吧？物件所有物件个淋淋的，电锅家放落，好、哦、啊。点只甲放落，啊！因为我饭，迄个饭哦，电锅甲放落，啊！你有两粒电锅，一粒煮汤，啊，一粒煮饭，
啊，一下你就同款啊，会当食啊，啊，佫会当用九层的，九层用炊。你即马下面咧煮汤，啊，即马一层一层你甲贴起，一层一层你甲贴起，差不多贴五层内底，你要煮炒的，煮素的，啊，你要炊卵啊，是要创啥？一次搞定哦，一次搞定。有这种物件嘛？有，真正有，啊，又很好用，吼、哦。所以咱即马人哦，会判断到啥物程度，会判断到吼，人讲吼。收来收去，收来收去，唔知要创啥。所以唔好讲吼，哦，这足好用啊，咱就顿住了吼、哦。这个啥，唔是人的时，唔是人的时代，咱都唔是人哦。吼、哦，这些都是能量，所以讲灵魂呐、啊，灵魂甲即马咱来讲，你免惊鬼啊。灵魂，你有灵魂，伊嘛感觉有灵魂。他们好像比你们更超越啦、哦，所以讲要改变外在，吼、哦，要存在着这个偏离的本性的神力，还是神性，你应该要知道啦、哦，你要怎么做？要脱离物性，吼、哦，做些宇宙运行的，吼、哦，咱讲法则啦，所说的叫做道，啊、哦，道定哦。所以呢，吼，啊，这个得道了后，吼，得物依之，吼，空性破，咱就来讲破德。每一个人的破，要安那去了解讲，这个物质内底面的心灵有平静无？会当，乎你家己的实性、灵性，吼，这个灵性甲心性有法度符合无？所以讲灵魂呢，吼，灵魂群呢，主要的就是在地球操纵。现在讲这灵魂呢，会在咱的地球的操纵。吼，啊，灵魂不是一种吼，啊，咱讲运动的，而是以灵魂灵体，吼，在这个灵体内底面啦，吼，地球每一个拢是，吼，咱就讲三维度嘛，吼，三维度。地球就是一个大的三维度空间内底，好啊，内底面它这个灵魂内底，好宇宙另外是一个好很大七维度的灵魂群呐，吼，啊，就来讲灵魂会当加规定，好，伫个咱这个物质上面，好，这个怎么样用这个能量啊？和这个世界的机体转动，是以吼社会来底面啊，咱即马看，你咱啊，你看讲，我看到迄个到底是人还是鬼？哎，怎么会有穿得很奇怪的衣服？像说那人也不是人，你到底是外太空的人吗？反正要来啊，也许啦吼，外太空的人哦会来领导咱这个社会，领导这个国家，吼外太空。哎，有了，快差不多了哈。所以那讲灵魂群在物质的，好跟能量世界的，好机体转化为，转化它是以好那讲整体的，好方式去运作啊。啊，你莫个以后你都免个惊咧，你看要安怎都好。于是就是讲，咱的这个灵魂群呐、啊，整体文化是因为有七维度以上，是一直心是空。的空间了，到七维度以上是一真，好、哦，等等讲，一真心是空间里面另一个整体留一位，好、哦，咱等讲一个整体留一个，好、哦，咱讲按宇宙的心事运作诶，啊，你敢想？他就每天呐、啊，有文化无有啊？有文明无嘛？有啊！啊，文明存着自己的七度来对面的维度空间。文明主要、哦、就是分三大类的、哦啊，所以物质呢，物质界这个吼、哦、啊，咱讲电性文化吼、哦，电呢，吼、哦、电性文化物质，吼、哦、物质的世界啊，啊物质界啦，吼、哦、和能量界的磁光文明。能量界的光线文明，吼、哦，伫咱这个吼、哦、
典型文化，吼、哦，伫即内底四维度内啦，吼、哦，咱就讲四维度内，词性呢，吼、哦，不文明呢，可以吼、哦、啊用来用啦，吼、哦，咱讲有这个词性的这个文明，可存在于三到六度啊、哦，六度的维度空间内底。那这个光呢，吼、哦，这个光的性文明可以。哦、存在三到七维度空间内底，你甲你食这宇宙，你敢那有看到有接到的这能量，伊会当甲用伫维度空间内底生啥，生解，予伊有法度有一个所在，有一个空间，就敢那袂输咱咧指挥迄个囡仔同款，咱咧指挥迄个，吼、哦，诶、欸，这个 AI 即马出来这机器人。你用什么去指挥他？当然有他的，你能让他讲话，能让他做事，谁来指挥他？那这种太恐怖了，越讲越恐怖哦。到尾那个，你们讲 AI 到八廿拜那是如果讲哦，众生少呀吼，啊需要这些人啊，这些机器人啊，机器人你若想到那个伊。有一天哦，机器人掠狂的时阵，机器人会拍人哦。你不是拢完全拢听你的哦，你要对他客气一点，不然哦，你还会被打。机器人也有毛病，你讲爱做机器人，人哪有毛病？伊的内底灵性，机器人内底伊的微空间内底，伊所有的物件能量是灌伫个遐哦，伊有性地哦，唔是无性地哦吼。所以讲，为着灵性要指导啦。这是因为灵性指导不足，但也是一个自然的，好、哦，咱讲灵魂群的要发展的过程，必须要这样做。哦、所以讲，在一跟二的维度来对，另有灵魂，哦，这说我家嘛，哦、有第一空间，第二维度空间嘛，哦，这来对灵魂的群，的部落，是因为。能力出现了，也就无力。好，咱就来讲，因为无智慧力的出现了，因为伊是无智慧力的出现，嘛无所文明的科研啦。吼、哦，因是足低足低空间啦。吼、哦，这就是文明的主要显现来讲，要甲咱性要哪会当显现。只要咱知影讲吼，这个灵性对这个文明指导内底，吼灵性指导灵，啊，然后恁要予咱的文明，吼按照迄个宇宙的，吼咱的运行跟规则办法，吼这规则的办理的这个方式啦，吼你又要运行，吼规则的办事，但宇宙相对，吼咱就讲宇宙相。像咱讲和宇宙相合，吼、哦，你才有法度统一呢，吼、哦。像咱咧讲的吼，咱无法度吼灵性被指导的话，如无灵性指导的话，那灵性的文明吼、哦、会在意识性内底，吼、哦，这就是导致文明会不合啦，吼、哦，袂合，啊，啊，宇宙的这个运行呢，到尾啊，就是会衰败。所以你唔好一直讲啊！我即卖拢要来创造吼，人你若是无啥认真要读册，无啥认真要做迄落吼，我就专门拢来把这宇宙内底能量甲掠来，啊，专门来做机器人。机器人也要有能量呢，机器人不是只有用电呢，它也有它的能量，内底有伊个概念的。有绝对有伊个概念的，没有说安尼一尊机器人，你叫他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讲灵性无明啦，要是吼、哦、这个磁性文明来对，吼、哦、光性文明都是长期要按照吼、哦、这个方式去做，但是唔通讲一下就要甲万人吼、哦、当作无成人，哦人还是人。袂使讲有遮代替物啦，吼、哦，咱啥物物件拢代替啦，后洗衫机啦，
吼、哦、啊也有也有洗碗机啦，只要你要用的，只要一灯啦，啊只要你用用用吼，安、哦、怎甲操控的，迄种物件已经伫你出来的时阵啦，人就足贫惰的啦，愈来就愈贫惰，但是消耗地球能量也会很多，对，消耗什么？消耗电量也会非常多。但是讲来讲去，嘛着恁有好业人诶，好业，你才会去买这个物件。啊，是善良人会感觉足奇怪，安尼尔，哪会残忍？哪会看到人咧？啥？迄个人是啥？哪伫遐咧？爱抠土豆，啊爱挂吊啊，啊爱替人做工课，到底是啥物？这雌性文明啊，现在是雌性文明以物质的多种能量研究出来的基础呢，造出来威啦，哦造出来为这个基础造出来为吼，敢、哦、那光性文明，甲这所有的这以后这，你要甲提来这来做基础。我们不同的吼、哦、灵魂群，吼、哦、群组啦，就来讲咱伫无同款的灵魂的这个，诶这个群组来对，你敢需要不同的文化相匹配吗？哎呀，那么地球目前就是处于灵性不文明呢。怎样讲？处在灵性不明和磁场，吼、哦，咱等讲，咱的这个磁性又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转捩点，哦，所以咱今嘛吼，这个磁场磁性有一点点吼、哦，啊，咱讲爱注意的所在就是讲，今麦囡啊，真正有够巧，迄唔是胃底来的，迄是胃天顶直接落来灵动。迄五六岁囡仔，伊都有法度画呢，伊有法度画神，佮有法度画符。三四岁囡仔，伊都会当写这种大人咧写的字。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会这么的聪明？那就是从宇宙来的，啊，为宇宙顶管的这灵动，拼拼下落来，好啊，拼拼下落来。即马过来就是要找足条地的囡仔少啦，吼，要找一个真正，吼，会当我那。行上这个台阶啦吼，啊，我那会当去针对着即马这个社会社会啦，吼，即马社会既然是安尼啊，大家拢要用这种的文明的方式，吼，你要来把人取代了，要把人取代了，吼，连战争嘛唔免啦，用无人机就好啊，吼，安尼话啦，到尾也就变成吼，这个世界内底所有的咱。咱讲电工石火啦，哦，这种的这上要海上唔知啦，反正咱人哦，无法度活很久，讲去看会到未来啦。啊，若看会到未来，你地球的，哦，地球村里面的，哦，这个电信文明啦，哦，你也感觉足奇怪，哎呦，啊，怎么那变安呢 ？AI 变安呢？地球的，哦，要有理性的人去做啦。好，哦，我们意识上就是欲望太多啦，哦。高维度的吼，啊，这些人类啦吼，因为吼，因为灵魂的机体吼，都是尽量吼，一直要哪，一直要甲开放啊，吼，一直要甲开放，吼啊，所以讲，咱的灵魂的机体吼，到外太空去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这些呢，都是行星了，对我们来讲，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哈。但是行星的物质还是有量场，啊，有一切的关系啦。所以咱讲四神，咱俩讲潜意识和睡梦中，以及地球人类不能吼能够察觉的方向，你也找无啦。吼，啊，人即马咧研究啥，人即咧研究啥，你也看无啦。所以咱即马咧讲，地球的人类有搁较高级无？啊，是讲伫这个科学的能力，吼。有较进步无？啊，咱人类吼，诶，这个吼机体，诶，这个进行当中，是毋是会当对这个对地球有这个搁较好诶无？那讲改变地球的能量场，吼，所以要用吼行星式的，吼，咱讲有地球嘛，有行星，吼，进行全体性，吼，去控制，就是讲去。控制他们，就是高维频的，还是高灵、高能力的人类意识，好、哦、进行到这个程度，那你们的要怎么样去
接受，好，要怎么样去接受啊？所以我们进行控管呢，他们的手段是人类从物性角度你看不到的，所以他们呢，虽然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啦，吼，希望讲对咱即马啊，搁是真实的存在的时阵啊，好，为什么知道这是这个恶法能量？好，为什么我们因为有恶法能量界和多元物体界的啊这些已经构在一起了？哦，啊，这以后呢，还搁有代志哦，就是咱讲。台湾对人会着，对人会袂着，咱毋知啦。但是会着嘛，无对台湾真有贡献啦吼。以后咱拢是机器人吼，以后咱呢有法度伫这个世间生存啦，是看咱家己的运命，自我操控啦吼。不然你若甲看到因即嘛目前吼，迄个机器人吼，会都会当甲咱所有的人咯吼。哎，已经汰换了，也汰换很多人了哈。来，今天时间已经到，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